三月小妈祖，各地妈祖庙最近拢陆续要出巡。高雄基丁天圣宫今仔举办台湾百年来头一遍的海陆进香，一早八点为基丁的海鱼港坐船出发，到嘉义宝地港了，佮出发要洗净时间，祈求台湾海陆拢会当平安。新桥对庙口出发，基丁妈祖庙天圣宫夜妈祖文景队伍出发的第一站煞是去鱼港。新桥根据船顶，原来基丁妈祖庙文景今年头一摆选择出海，在六只渔船的护航之下，要对基丁渔港前往嘉义宝地港。庙方讲，这是台湾百年来头一遍海陆挂香，连高雄市长陈菊嘛专程赶来求平安。最近咱看到咱的雨水足少，所以讲咱透过这款的出巡祈求，让咱的国家，让咱高雄一切平安顺遂。过去吼，也是拢坐车到北港进场啦吼。今年吼，因为是个马祖部的支持啦吼。比方表示，最近台湾一直传出赛因案件，透过海陆挂香的方式，希望台湾世界拢平安。文件队伍对宝地港上发了后，马上用4天的时间到30间庙参香。记者高雄报道。